泄密的人不是北检的检察官，就是北检的书记官，不是北检的书记官，就是北检的助理官，大概有这么一些事务官这些。哎，这些人才接触得到资料嘛，真假不知道，但是这些人会泄密给媒体，所以他有没有认真办就看说，第一个他有没有搜索媒体，因为你不搜索媒体，怎么知道资料从哪里来呢？第二个，你有没有搜索北检？你不搜索北检，你怎么知道北检谁泄密？对，你有没有签了就这个监听北检？对，要不要查一下北检的通联记录啊？对嘛，你不是58路搜索吗？北检不用啊，2路就解决了，不是吧？2路啊。对啊，所以就是不办嘛，就虚应故事，因为那个记者已经讲得很白了，我的资料来自检察官那边嘛，就公开讲啊，你没讲公开讲啊，那你要不要查？侦查不公开是什么意思？是说被告律师不公开，被告不能公开，检察官可以试一下讨好媒体吗？这不是第一桩，我跟各位讲，北检哦是一个漏斗，啊，一个漏斗，什么洞都一大堆，资料很容易到处都散给媒体，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？啊，动机很简单，要在社会氛围形塑我办这个事的正当性。对，第二个要打击小草累积的能量。啊，你看嘛，昨天失败，还一大堆人参加。第三个，倒成功了，要打击蓝军不敢支援他。你看嘛，可能哎呦，你这个1500万哦，如果有的话，你不灰头土脸哦。那立法院国民党党团就有面对的困扰啊。有人赞成要大力声援柯文哲，有人说不要，万一真的有1500万呢？我就笑他说：“哎，我上面也有写个啊，这个1800，哎，卢秀芳，对，是卢秀芳要给我1800万，你比他多了300万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要来参加6点钟的节目啊，对，所以这个可能要北检要告诉，这也不是北检负责，这个调查局法务部长主动找调查局，北检分案办不出来的啦，不是我吐槽你，北检你自己办，自己人办自己，也没有人相信你啦，你也办不出来啦，这个一定要法务部长指示调查局来清查。那个我还有个讯息哦，就是11月1号当天这个柯文哲的行程，来导播丢出来好不好？当天的行程哈，刚刚有一个最新的消息。那到底1500沈庆金代表什么？又是晋周刊啊，进一步调查当天的行程查到了哦，市长的行程没有错，都是有记录的。当天下午2点到5点，柯文哲都在大同区、中正区拜会当地的里长，而且当时的台北市民政局长蓝世聪也陪同。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跟沈庆金见面，所以1500沈庆金小沈啊，当这篇的报道还要再经过查证，不知道是不是啊？比方说大同区、中正区的里长可能要出来回一下。有时候你知道用肯定句写，不见得代表确实是这样。所以委员你怎么看？哎，又是晋周刊啊？晋周刊啊，晋周刊因为是北检的一个传声筒啊。举个例子啊，我经常也说我要到大安区、信义区啊，那突然间有个像昨天一样，我去那边就有个教授说：“你人在哪里？我可不可以跟你见一面？”啊，对，我就写好了，我说我刚好在那边，我们约在某一个饭店的咖啡厅见面。对，这常有的事啊。对，而且有的时候我会想说，我今天行程哦，刚好到内湖来，那原来我们约在信义区，你可不可以在内湖来？反正我这个刚好6点之前有个半个小时时间，中间穿插一个行程，就常见，就很常见嘛。对，那有时候就是我打电话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如果1500我写个1500万元，我们就服气啊，对，对不对？嗯，可你没有啊，问题是你没有啊，对不对？再来哈，我说那个找什么高手检察官来查金流，我是同意的。不过他讲的说王 AC 王牌交易所虚币诈骗案。那个 AC 王牌交易所，你现在上网去查，还在啊，还在营运啊，啊、哦，再来你说这个查金流，他要查金流，表示到今天为止他没有金流，对，是，不然查什么价？那好了，法官不是讲说，法律是波动的吗？上一次，所谓这个所谓的，这个，五保请回，
啊，那是波动比较低，现在波动比较高，就把它积压起来。那一样的道理啊，你现在法律是波动了，等到你波动到你有金牛再来压人，不可以吗？对嘛？为什么波动到没有金牛就先压人呢？这就是大家不服气的原因啊。而且郭正亮讲的很好啊，第一个图利罪，美国有没有？没有。日本有没有？没有。都落后国家，像泰国好像还有，哎，听说取消了，意大利早就取消了。那你告诉我们什么答案？但有些人乱讲啊，把那个美国法律那是渎职罪，那不是图利罪，乱掰一通。那郭正亮讲的是对啊。好，第二个，他更经典啊，台湾土地税被压的有谁？你告诉我啊，没有贪污的案件里面土地税被压的有谁？很少见啊。前段时间不是马英九跟那个李树德都被土地税这个起诉吗？有羁押吗？没有。哎，没有嘛，对不对？而且金额也不小啊，对不对？像土地税本身就是一个执政者可以拿来破坏异己的、啊。那我要指控一样的道理啊，高雄国宾饭店危老建筑有没有土地？我说有啊，我如果当总统我就说有啊，为什么有？哎，奇怪啊，他上限 30% 你为什么给足？不是刚好在讲这个建花城一样吗？你为什么上限 30% 你要给足 ,20% 你给足，你告诉我道理。心力于民跟土地到底有什么差别？对吧？第二个差别，你高雄为什么给 36%？ 哎，给足了以后，上限30%给，还多给6%。说都市计划法，这个案子不是给足了，是用都市计划做名义吗？那你为什么柯文哲还压起来，陈文健那个陈吉曼不压？为什么？你告诉我理由啊！再来，金华城这个地方要拆掉重建，附近的居民是兴高采烈，希望它盖得更好，每个人都鼓掌。为什么？繁荣地区嘛。有没有听到附近有人出来抗议？没有。高雄国宾啊，抗议一波接一波。那你不图利这种有问题的建商吗？还是因为说那个是因其盖的，所以你们就一路绿灯开到底？但国宾现在喊停啦、没有，他是因为我们在这边喊，他怕了嘛。重新评估，对。他是已经准了，拿回来再审一遍、要避开这个风头了。对啊，避开风头，你怎么知道他以后不会准？36% 哎，不是。那个柯文哲是20%、欸、那另外你说啊，移转容积率30%，你就恭喜他们，那是要微晶要小省要拿钱去买的、欸，他花钱去买，那请问你，他土地损失到谁？市政府吗？没有啊。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，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，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抓藻植萃。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，维持青春弹力，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，擦起来清爽不黏腻。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，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。你呢？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。